干什么啊？还打视频？你在哪呢？我在外面呢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是翻译稿出了什么问题？没有问题，我就是问问你，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来？不是我，是姨奶奶让我问你的。今晚不回去了，你跟林奶奶说一下吧。为什么不回来啊？你一个人去哪儿啊？我在外面呢。不是你一个人不安全啊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林夕跟我在一起很安全，不劳你费心了啊。哎。你干什么啊？他在追求。林夕，我告诉你，当断不断反受其害，你明白吗？我会处理的。你怎么处理的？我给你时间是一回事儿，有情敌出现那是另外一回事儿。我自己有分寸，不用你管。行吧，还没睡，下午在车上睡多了。你怎么也没睡啊？啊，睡得晚。这样不行，来。怎么样？要不你还是别看了。嗯，不好说这个。到底怎么了？这样，你回下海呢，找一个医院再确认一下啊。我看看。哎，不，怎么了？你别看了，真的别看了。不是，你别看了，看你别看了，真的没什么。眨着眼睛，思念穿过海域，声音穿过我。不看就不看呗，谁稀得看？走。如果真想知道的话，我可以告诉你。不用了。报告单上说，生理期不正常。啊？哎，不是，是你问我要的，不是，哎，浪费粮食，别动我，别动我，等会儿，这个报告单上有治疗建议，可以试试。大可不必。你说了你帮我的，忘了。马上就要发布会了，我只能靠他反击，你不帮我真没办法了。
怎么是？你忍一忍啊，这个穴位可以调节气血。有感觉吗？有。那就行。有想杀人的感觉。啊？不应该啊。这个穴位应该是酸胀。江玉堂，你是空包丝绸吗？哦，我换一个穴位，来，这儿呢是肾俞穴，疼吗？这个忍一忍，痛则不痛啊。不是疼不疼，是痒。嗯，行了，肖医生，到此为止，我可以了。你放松，你别跟我较劲啊，相信我。最后一次，来，放松。当年为什么跟我提分手啊？我先说好啊，别给我随便编一个理由，我想听真话。就是觉得你没出息呗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你让华生发声明澄清，六届审评的公众号引导舆论，还去找了几位前辈低声下气的恳求，以为我不知道呢。华生和羽翼现在是利益共同体，我帮你盖的。偷偷摸摸闯出来约会，哎呀，人家是小两口，怎么能算是偷偷摸摸的？哎，屋里睡，屋里睡。对。